华尔兹是哪个国家的？华尔兹是一种非常优美的舞蹈，属于国标舞之一。那你知道华尔兹是哪个国家的吗？华尔兹起源于奥地利北部速度较快的农民舞，17世纪末进入维也纳皇宫成为公舞，进而发展成为历史最悠久的社交舞。奥地利是一个位于欧洲中部的议会制共和制国家，与多国接壤，国土面积83855平方千米。奥地利属于海洋性向大陆性过渡的温带阔叶林气候，东部和西部的气候也不尽相同，平均气温一月为-2摄氏度，七月为19摄氏度，最高气温也不过32摄氏度。奥地利的旅游业非常发达，壮美的阿尔卑斯山脉是登山爱好者的理想去处。